的表演算是我们第一次一个表演里面唱这么多首歌，那甚至有其中几首是中间没有停下来休息的，所以我们这次在唱跟跳的这个 balance 中间付出了很多就是心力努力，然后加上这是我们第一次离开台北去表演，算是出城了，所以希望这次出征我们可以就是不仅要学到一点东西，也可以就是带给大家不一样的表演。才把舞雕完，也还没有认真的，就是真的细雕完，只是大概雕完而已。然后其实根本就是一起床就在练舞，来教室练完舞，回宿舍还在练舞。但没事，你先讲。对，就是最紧张的，觉得是新歌。紧张了，紧张，一下车就要立马冲过去，还没办法准备就要过去。太塞车了，今天都还没睡醒，刚才车上睡着，那还没睡醒就要彩排，而且今天在海边，现在天气还蛮好的，希望晚上天气也可以这么好。嗨，平常心啦，平常心，对，这是第一次，出舞台嘛，那当然多多少少会有一些担心，但是一切都会 OK。就相信他们啊，我觉得应该可以表现得很好。对啊，我只怕下大雨，下面观众会很惨。啊，方宇，你有什么开场方式？啊？你有什么开场方式？就是大声讲话，哎，这样，就是、大声一点就会开场了。第二首跟第三首串在一起，对不对？对。好，这个时候你们 ending pose 留住，然后我们会五秒出广告。超想吃玉冰，我可以吃两碗。大家可以去买吗？大家可以去买玉冰吗？刚刚三首连跳 OK 吗？刚刚到有毒不回的时候，我已经有一点上气不接下气，但是没有，因为主要是因为现在太阳真的很大，觉得头有一点痛。而且感觉有一点就是头太热，而且我刚才在想会不会等一下回去之后墨镜拔掉，这里是白的，然后后面黑的，这样那么夸直接变熊猫。Thank you.
好看吗？好看吗？真的没有，觉得真的太热了。刚刚跳 Weirdo 到后面头好痛，真的好痛。但是我觉得应该是还不错吧。我们刚刚台下看得快哭，我觉得很棒。我们觉得很感动，真的、啊，我们觉得很棒哎。啊，你已经把我自己要哭了吗？我已经哭完了。我们刚刚擦眼泪才上来的。擦眼泪吗？老板很爱哭。欢迎装备。对哦，这一整看都是咱的装备啊。对对对，今天。平时。请说。平时参加活动，你就会带这么大的东西。哎，真的耶！而且昨天还一直被骂说你要那个什么省一些东西，免得太重。然后我就说天哪，我有断舍离，我做不到。我已经就是尽量就是把真的用不到的东西都就是丢回那个柜子里面，然后就只带可能零食或者是真的需要的东西。但最后还是一大坎。在十分钟就要开始，心脏心脏扑通扑通跳，我爱接，一颗心扑通扑通的狂跳，这左右都没有，因为每次都在上台的前一秒就觉得好紧张哦，而且我真的觉得看到下面有 Thunders 们在，然后雨又下那么大，就觉得。好辛苦啊，他们真的很辛苦，也很谢谢他们今天雨那么大然后还来看我们，这样觉得等一下一定要好好表现，加油。我们会更好。
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连盈。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的话，记得按赞、订阅，然后一定要记得开启小铃铛，才可以接收到我们的第一手消息哦。